还是加州一号公路啊，这边就这一段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激情了啊！你看，车从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冒出来，然后弯非常非常小。开得快的话，就从右边掉下去，从右边掉就是万丈深渊，然后啊，粉身碎骨。嗯，这一条盘山公路要把我们从半山腰盘到山谷底下，所以就盘啊盘，盘啊盘。哎呦，我的个天！这个山谷里电波非常差，也没有什么好电台。啊，刚才还有一个乡村音乐，现在这个乡村音乐都被山挡住了。这个台吧，总算有个台啊。哦，来个哈雷大摩托。And daylight headlight section， 就是白天必须要把这个头灯打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到谷底了，这个路瞬间豁然开朗，弯儿没那么多了，但是还是很弯的。我们右边是条河，可能这个镜头里收不下，但右边确实是条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离开了加州一号路，上了加州128号。昨天我是反方向开过来的，而且天气很阴，所以就没什么好拍的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也不妨拍一下。下一段再打开镜头，就是进入红杉木了，就是每一棵树都30层楼那么高，然后大白天在森林里弄得跟晚上一样黑，等一会儿就能看到。这段路先这样，我过了这个弯儿，再把我的，哎呦我的天！等我过了这个弯儿，再把我的摄像头去了。Next 11 miles， 走这种弯弯扭扭的路，当然这11英里估计也没什么可看，所以我就把这关了。